我记得我刚刚有看到两个岩浆，除了这里还有这里，对，啊，这里有钻石的呼唤吗？有，我们走看看。哦，有，披风有用，好不好？哦，钻石的呼唤，哦，野性的钻石呼唤。哦，有没有听到声音吗？哦，有吗？有声音吗？有钻石呼唤的声音吗？喂，BGM 来了，哦，BGM 来了，没有，没有呼唤啊，都骗人的，换另外一边呢、啊？虎力派有呼唤吗？咚咚咚咚咚，砰砰砰砰砰砰砰，没有，这种声音还不错诶，蛮好听的，砰砰砰，走上去看看好了。噔噔，哎，这里火把被冲掉了，暗暗的。噔，哦，好久没听到这个 BGM 了，哦，有点怀念，有怀念的感觉。噔噔噔，没什么东西耶，怎么会这样？又是金矿，喂，跳下来，哦。哎呦呦，这里哦，你们两个人为了什么打扰你们幽会了？哦，噔噔噔，哎，又是岩浆哎，钻石的呼唤，走下去，没有，只有青金石啊，只有青金石而已，没有钻石啊，噔噔噔噔噔，啊，都是青金石。都是青金石，嗯，好好的青金石，青金石要来干什么？嗯，喂，读起来，青金石而已，真的只有青金石哦。诶，有铁矿，没有钻石，钻石不好找。嗯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都差不多。哎，好啦，算了啦，不是重点，没找到就算了。哎，挖吧，挖铁矿。其实两个人算趴吗？两个人算幽会吧？那两个人在那边偷偷幽会吧？那算开趴吗？两个人应该不是开趴吧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可以过去了。可是我不想再挖了，我现在对挖石头有点懒。一整个懒啊，走了啦，连铁矿都不想挖了。你知道怎么回去吗？怎么会不知道？哎，这里有，怎么会不知道嘞？反正沿着火把就走得回去了，一直往上走，哦，就好了。噔噔，挖，没有钻石哦，青金石倒很多，真的，青金石都不知道再多什么的。哦，也顺便挖挖金矿好了。沿路挖回去，一路放弃了很多。哎，还有铁矿，哦，挖掉。这里，哎，好多好多，嗯，都可以补足我一点东西。哎，又有了啊，我沿路放弃好多东西哦，选择的太快了，嗯，沿路走回去了。哎咻，我是从这边来的。啊，我走了这一边，走这一边，要走回去哦。哎呦，有僵尸，哎嘿，把它死掉了，走回去吧。哎，我要不要先回去拿那个啊？先回去拿那个我的那个，我在烧的，我在烧的东西。好啊，拿一下。喂，我现在会走回去，走到最上面，可是。烧铁矿的地方可能会找不到。诶，这里我刚刚没来诶。哟，又没探索过的地方了。再来看一下好了。这里有什么？诶，没有，没有什么。绕一圈又出来了。我被骗了，什么都没有。真是的。啊，走人了啦，不要在这边浪费时间了。嘿咻，走上去。啊，把东西挖一挖。要吗？懒得挖嘞，怎么办？
不想挖啦，走回去了啦，回去优先啦。带着我的铁锭，下面还有一些铁锭在烧啊。下一次能回来我们再拿好了，能回来的时候再说啦，走回去了。哎咻，迷路没有啊？我不是很顺利的走回来了吗？没拿，对啊，没拿啊，有空再拿。刚刚也讲了，哦咻，哎咻，走出来了。耶，又是一个好一个白天。喂。这里，看看我的小麦啊，小麦长得不是很好，好像要晚上了哈。诶，我去剪一下那个羊毛好了，剪羊毛，喂，剪刀，剪羊毛，羊，来哦，给我剪一下羊毛哦，在哪里？这是鸡，不是羊。重见天日了，对啊，要晚上了。剪羊毛，哦，脱光光了，再来一个，再一次，哦，好了好了，三个够了。叮，刚刚那个音效好经典哦，叮，哦，感觉剪刀就超利的。做一张床，哎，我还没做木材，木材，做一张床出来。我咻，有了床，我有床了，把床放在地上，随便找个地方放，在洞洞，对啊，我目前就在洞洞里睡觉，在这里睡觉，睡觉，诶，睡完觉了，我们应该在外面的世界多走走，对不对？外面的世界多走走。我本来是想说在里面挖一挖，看会不会挖到什么鞍呐，就可以骑马在外面走一走了。我们应该要朝这方面努力，对不对？应该要朝这方面努力。所以我应该先找另外一个洞窟，看有没有可不可以那个找到地下矿坑。那个只是天然洞窟而已，不是地下矿坑。花花草草，睡在地上，我没有睡在地上啊，我睡在床上哎、欸，我睡在床上，很舒服哦、啊。哎、欸，灰灰的，这里会有矿坑吗？感觉不像有。不咻，游民什么？这里只有我而已。去拿饮料，我们应该去跟村民一起住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去找找村民，对不对？跟村民一起睡。这样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去找遗迹，找绵羊。这也是平原呢，好大一片平原哦。诶，这里有洞，这里有洞，往下走看看，走这个。哎呦呦呦，感觉矿坑是不是在里面？而且我快不行了，我饿肚子了，我开始饿肚子了。还是出来好了，先搞定我的饱食度。哎咻，走走走，饱食度，哪里有东西可以吃？羊？没有，那边是不是会有？哎、欸，牛哎、欸，看到牛了，辛苦你了啊！我怎么摔下来了？我肚子饿了。哎、欸，牛肉，牛排出来了。我肚子饿了啦，饿了饿了。饿了，两块牛排，我饿了，我饿了，运动饿了，牛排，牛还是要杀啦，我觉得，因为要做书的话，就势必要杀牛，才会有书柜，才可以做书，才可以做什么鹅毛笔，什么杂七杂八的，好了，赶快来做熔炉了，不要再拖了。哎咻，做熔炉，好卡哦，你一直很卡，我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你一直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、啊？各位观众，
我也不知道呢。先在这边等一下。我家在这边嘛。哎，等一下，前面那个是什么？南瓜？我发现南瓜了。那个是南瓜吗？去看一下。哦，腐肉加牛奶吗？一定要这样子吗？一定要这么可怜吗？这里是南瓜哎，我发现南瓜了。南瓜，可以吃南瓜派。我有甘蔗，有甘蔗，有糖，有糖，有鸡蛋，有南瓜，可以吃南瓜派。哟，很好，很好。都只有南瓜而已。南瓜，南瓜，我有南瓜挖完了。嘿咻，随地放工作台是好行为吗？是啊，这可以方便认路诶。以后你走到这边，你就知道我走到这就不会迷路了，多好啊！多好啊！就是诶，这是我的据点，就不会迷路，不会迷路就好。诶，已经有点满了，包包有点满。我是不是要做一个箱子啦？把花种回去好了。我为什么会打这么多花啊？我为什么会打这么多花？打这么多没录用的东西？喂，我现在应该回去做一下南瓜派。南瓜放在地上，对啊，以前长的吧？以前长南瓜，现在没有。喂，浪费资源，有吗？树木那么多。树木随便砍就有了，没有了再砍就好了。到处都能合成，而且当地标，那是我的地标。走回来，不许做南瓜派，可以做钓竿哦。哦，可以钓鱼了。哎呦，地上就有腐肉可以捡。哦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这里有鸡蛋呢。鸡就随便生蛋，真随性。喂喂喂，噔噔噔噔，回来了，回到这里了。呜呜呜，小麦，小麦成熟一个，成熟一个小麦。哎，真的有好多好多小麦被人家踩烂哦，这怎么行？好啦，先做一个那个啦，我要做一个箱子哦，垃圾实在太多了。不行。做一个箱子出来，箱子一号箱子，我有一个一号箱了，把箱子放在随便放好了，不重要，放一些垃圾，把垃圾放进去，不咻，把这个先放进去，这个，都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结果通通都放进去了，好了。我现在要去拿我刚才打的小麦，盖房子。现在又没有东西，盖什么房子？没有材料啊，没有材料，盖什么房子？盖小木那个、哦，那个避难小屋哦，就是那个，只有那个，只有土墙。好啦，还是可以盖啦。这么希望我盖房子，我就随便盖一间，那还不如住在洞窟里不就好了？干嘛那么辛苦？喂，这样子，喂，还不太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耶，完成了。等一下，没有门不叫家啊，没有门不叫家。喂，盖个门，门，没有门怎么能成家呢？呼呼呼呼，有了，有门了。哦耶，有门了，有门了，哦。有门了，有门才叫家嘛。喂，这里，哦，好了，完成了，这就是我家了。只能站而已，只能站而已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。一堆人叫我盖啊，我就盖了出来。喂，怎么样，很帅吧？插一个火把，确保里面不会生怪。确保里面不会生怪哦，绝对不会生怪啊！然后把这个种上去。我是要去打甘蔗啦。怎么样呢？